阿毗达摩经解。A comprehensive manual of Abhidhamma. 因编者菩提比丘 Bhikkhu Bodhi. 中译群法丘 Bhikkhu Dhammavasaka. 第章概要。Samukhya Sanghavipaka. 结依据文。The facilitative invertamsala.Then you say he often provide Kami Samukhyan. 已说七十二个别法及其特相，如今我当依他们是何之处是其类别。结义之注读说明七种个别首。六章所解释的四种定法可以分别为七十二种个别法 Fasatama 即有自下 Pava 见第一章节二一经虽然心可以分别为八十九种但它们都被是一种个别法因为一切心都拥有一个自性即实之目破所愿二五十二心所每一个心所都被视个别就定法因为每一个心所都有自己的自性三十二种顽色基于相同的原因每种顽成色被视为一个个法四涅槃只一个所以是一个个别法虽然在解释究竟法时也有说到十种不完成但并不被视为完成的个别法因为他们没有自信而因此不是专制的目标当一他们是何之处说是其类别在解释究竟法的十二分之后如作者在一阿摩论里所采用的门类把他们组成各种类别节二列举类别 Akusala Sangho Misangho Bodhipakaya Sangho, Sabasangho, Ca Titanium Samukhya Sangho K to be double. 当之类别之概要有四个部分。一本之概要。二混合类别之概要。三菩提分之概要。四一之概要。不善之概要 Kusala Sangha 节三 Low Katha Kusala Sangha Hitava Kadro Asava Kama Savo Bhava Savo Isa Savo Avihya Savo 如何首先在不善之概要里有四种一欲漏二有漏三闲漏四无明漏节三读说明之意阿利文吗漏的意义是流出之物该巴利文代表从脓疮流出来的脓也代表发酵的酒列位漏的烦恼被称为出之物是因为它们就像流出来的浓及已发酵许久的酒。注疏说它们
称为漏，是因为它们流到高的生存的，或因为它们流到更换种性。高呼当杰萨斯在四漏当中，遇漏与游是贪心，前者是对娱乐之贪，后者是有存在或生命之贪。邪见漏是见性无明漏，漏则是痴心所。结四暴流 Katara Avo Defalco Avialco 四种暴流：欲暴流，二有暴流，三邪暴流，四无明暴流。结五恶 Katara YogaComma yoga, bow, disigo, avihiago. 四种恶：一欲恶，二有恶，三邪见，四无明恶。结四至五之注读说：垂漏的烦恼也称为暴流，而被他们把诸有情冲到生存的大洋，也因为他们难以，他们也称为恶，因为他们把诸有情套在痛苦里，不让他们逃脱。节六系 Karogansa Apichakainso Fiapadokaya SoSilabata parameso kaiganso iden sakabanaviso kaiganso 四种系：一贪婪之身系，二甜恨之身系，执着一事境之身系，四武断的举只有这才是真实的之身系。结六之注读说明：身系是因为他们把心系于身，因是知身系于未来世之身而起名。在此，身 Kaya 的意义是聚集名身与色身两者。自系中，贪婪是指把诸有情牵着向目标的可爱或贪。甜恨是甜心呈现对不想要的目标厌恶。执着戒禁是相信实行仪式能够导向解脱。五断之性是见只有一见才是实的，其他一切见都是错的。后两种系都是属于邪见心所的一面。节七曲 Kabro Yupadana Kamud Disupadana Silatupadana Atavadupadana 四种曲：一欲曲，二邪见曲，三邪境曲，四我论曲。节七之注读说明：曲当中，第一种可以是对列的可爱，但诸著书指出此曲可以更广泛的包括对切先知的可爱。见曲取任何在道德上是于邪之见，例如无作见、断见的，或是指取任何有关世界是永恒的还是永恒等的。的意见，戒禁取是认为实行仪式或修苦行一种性能够导向解脱。我论取及执着
深见 Sakaidaisa 即认为运的任何一个事或有。经典里提出了十种深见，对五运的每一个可有四种观念，例如认为的运是我或我拥有，或的运是在我里面或在色里面，对于受运、想运、行运与时运也是如此，所以共得二十种见。中部金子十等欲取是贪的一种呈现方式，其他三种取则是邪见心所的呈现。结巴改 Chong Nivaramani Kanifer Fapada Nivaranan Thanami Tanivaranan Ad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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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Nivaranan Fisamifanan Avhyonavaranan。六种盖：一欲欲盖，求欲乐之盖；二甜恨盖；三昏沉睡眠盖；四吊举恶作盖；五一六无明盖。结巴之注读说明：盖是因阻碍向天界与涅槃之道而得其名。根据著书，诸盖是阻止未升起的善法升起，使道升起法不能持久的心所。首五盖是正禅那的主要障碍，第六种则是升起智的主障碍，包括在诸盖之内的有八种心所，而其中有两对心所各算为一盖。毗达摩论的著书解释昏沉与睡眠、吊举与恶作各为一，因为它们有类似的作用，源于对察。昏沉与睡眠两者都有令道明法软弱用，它们是源于懒惰与昏昏欲睡，是它们之法是积极精，吊举与恶都有导致不宁静的作用，它们是源于困扰的念头，对治它之法是培育定。解酒潜在倾向随眠 Sianosia Varaganosia Bavaraganosia DianosiaSayo, Manonuseo, Dithonuseo, Fisikikia, Afianosia。 七种潜在倾向：一欲贪待倾，二贪执着存在潜在倾向，三甜恚厌恶潜在倾向，四我慢倾向，五邪见潜在倾向，六疑在倾向，七无明潜在倾向。解九之注读说明：潜向 Anosia 是潜伏 Anusanti， 在他们的明法之流里烦恼，每当诸缘具足时即会扰。潜在倾向一语标指要烦恼还未被诸出世间道断除，他们都还能升起。虽然一切烦都可算是潜在倾向，但在此列出上述七种是因为他们显著。欲贪与有贪两者是的，其余的都是属于个别的心所，因此一共有六种心所作为潜在倾向。结十节经教法 That's a semi-German
Orgasm my honum, ruga, sen my ogenum, orgasm my honum, patiasum my honum, man sen my ogenum, desire my honum, silabata parama, sen my ogenum, physicic sen my ogenum, sen my ogenum, afihiasum honum, satenti.根丁教十种即是一欲贪结二参结三无色贪结四田慧结厌恶结五我慢结六见结七戒禁取结八疑结九调举结十明结一无结论教法Rani dasa semi ogenani, murigasa my honan, bavaragasa my honan, pataisa my honan, no semi ogenan, desisa my honan, silabata paramasa semi ogenan, visaka semi ogenan, isaisa my honan, maria semi ogenan, abhiya my honan.Honan, apitone. 据论教法令十种结是一欲贪结二贪结三田慧结厌恶结四五结五邪见结六戒禁取结七疑结八集结九千结十无明结结十至十一之注读说明诸结是法有在生死轮回里的不善心所第一组十结在经藏语论里都有提第二组十结则只记载于藏在第一第一至第三项是于贪心所第六与第七项是属于邪见心所其余的是个别的行在第二组里第一与第二项是属于心所第五与第六项是属于邪见心所其余的是邪的心所结十二烦恼 Dasa Dasa Ho Doso Mo Mano Disa PhysicaThenem, Adexem, Ahiricom, Anatap. 十种烦恼：一贪，二甜，三吃，四五邪见，六疑，七昏沉，八调举，九无惭，十无愧。结十二支注读说明上十下称烦恼 Kilsa 是因们折磨 Kilisanti 心或因为他们情突下内心污秽与随落之境而染了心结十三说明 Asavadaisu AtsaAppivanemanatabatsukatanhatipta.于此怎当中欲与执着有是指可爱因为他以他们与有自己的根基执着一事武断的认为只有这个才是真实的即我论取是指邪见因为他能以这些方式呈现结十四结
I say for I see a you I see a you can see a I thought you could not do far further than I see.Cleveland is the haunting of a semi-original data. Kill Sadassa Vertel, Yavit Harpal Kisengho. 一个别法漏保留俄语的属于三种。所说的曲是两种而概是八种。在清只是六种而当知己是九种烦恼是十种不是不善之概要有九根节四之注读说明这一节指出如何把同种类的烦恼缩至十四种不善心所对于其缩小之后的结果见表言一表七年一月诸烦恼所属的心所心所留恶系取盖潜在倾向结烦恼一贪二邪见三知五疑乱七要举八昏沉九恶作十睡眠十谈十二无愧十三急十三心所的数目三三三三二八六十混合类别之概要 Misakasengahat节食五音根 ，misak he cha he chu la po do so mo ho a lo a do so a mo 混合类比有六个音根：一贪淫，三吃，四贪，五无甜，六无吃。节食五注读说明混合类别概要因其所列的组别包含了善不善与无心所而得其关于因第三节五节食六禅Sato Ihanakuni Atako Faro PT AkajitaSuman asen, domen am, ab, pek hot. 七之一循二四三喜四性五月六忧七舍。节十六之注读说明。在此禅那一语。的用法与一般意味指定的用法不同是更广泛的指紧密的观察所以即使在此所的诸法有时是在禅修安止之发生但也被视为禅之这七个心所被称为知识因为它们使到心能够紧的观察标他们当中的忧是绝对不善的且只升起于两种天应之其余六个可以是善善或无忌这决定于他们升起于什么心结时机到分 That's some I gone canny someSamson cow, Sam cut, Sam may come into, Sam a jive, Sam a fame, Sam a sati, Sam a samadhi, my child, my child, Sam cut, my child, my child, my child, Samadhi.
十二道分见。二正思维，三语，四正业，五正命，六正精进，七正念，八正定，九见，十邪思维，十一精进，十二邪定。节十七之注读说明。在此道一词用以代表的含义是向某个目的的，即导向善举恶涅槃。在十二道分当中，首八个导向去涅槃，后四者则导向恶趣。这十二道分可缩小为九个心，正心所、正思维、正精进、正念与正定，特别是有因善心与无忌心理的虚静与一静性心所，正语、业与正命是三个离心所体。在出世间心理，他们一起出现。在世间善心理具体情况个别的出现，在四个邪道分当中，邪见是邪见，在诸道分是绝对属于不善的心所，其他三道则顺序属于不善心灵静与一定心所。在此并没有别的邪语、邪业与邪命道分，因为他们只是由烦恼动而不善行。在此也没有邪念道分，因为念是绝对属内心所，不可能出现于不善行。节十八根。Indriyani Kakuriyam Sotandriyam Gandriyam Jifayindriyam Kayindriyam Tindriyam Risindriyam Jifatindriyam Manindriyam Sukhindriyam Dakindriyam Somatasdriyam Domatindriyam Apakindriyam SodindriyamFire Indriyam, Satan Driyam, Smadha Driyam, Pabindriyam, Anabhas, Amatin Driyam, Abhiyam, Abhativin Driyam. 二十二根，以眼根，二耳根，三根，四舌根，五根，六女根，七男命根，九意根，乐根，十一苦根，十月根，十三忧根，十四根，十五性根，十六命根，十七念根，十八定根，十九慧根，二十未知当之根，二十一最终之根，二二具最终根。节十八之注说明。根是在其之内，是其相应法之法。首五根是五净色，两性根，根是两种性根色，命根有两种，即名命根与色。一心整体，即所有八十九心。五受根已在前文论集第三章节二。五之根第十五至十九项会在下文重述，在节念二会解释至最后三根。节十九里 Nabalani Sotabalan Ariyabalan SatiBalanSabalam, Papabalam, Hiribalam, Atapabalam, Ahapabalam, Anatapabalam.
九力一信力二精进三念力四定力五慧力六残力七慧力八无残力九无愧力结十九支注读说明这九类不受到独立之法动摇或因为他们增强其相法而得其名第一第三第六种力已是善或计第八与第九种力是绝对不善第二第四种力则可以是善不过无计第二十增上或支配开会配是在会配地 fiery yet 会配 sated 会配地 famemsit 会配地四增一欲增上二精进增上三心增上四观等二十支注说明增上法是之所属行及完成艰难或重要的热心所增上法与之间的差别是在于他们支配的程度与范围增上法的支配整个心而根则只在其范围内实行其支配能力所以在一心里可以因存在但同一个刹那则只有一个增上法存在关于这点增上法就有如国王是统治者支配他所有的官员而根则有如官员在各自的区里有支配权但不能干涉其的范围四藏法是欲所及欲行动不可与属于贪的贪欲混淆精进心所心即在此观的会心所欲精进与心只能二行心理成为增上法不去两个吃根心与罗汉生孝心观则只能在三十四三因心理成为增上法在同一个刹那里能有一个上法在而且是在他支配其相应法的时候观增上可以是善或无计三种法则可以是善不善或无计结念一十 Roa Ara Kabbalikaro Ahara Fas So Duty Yo Manasap Satana Pattaya Fibanam K Tutham 四十断十处是第二意思是第三经是四结念一支注读说明十 Ahara 这只作为强大助缘以维持其他法之法根据经教的解释断食维持色身触受维持三界轮回因为业即是思而又是业导致投身心则维持名色根据论教断食维持身体里由四种因产生法其他三时维持一切与他们俱生的名色法于色法的断食是无计法他三时则可以属于所有三种道素质善不善或无计而说明Indri Esu en Atsalotapatim Agabanan Abak Tabasamitan Driyan Hati
Falabandum abatuvindriyam, mabanan, vindriyuni titanium pavanti. Jivitindriyupsi a ruparape aduvitam hoti. 于此，在诸根当中，谓之当之是闻道之智，具最终之根是阿罗汉果之智，最终之根则是中间六种出世间智，命有两种色与名。A hatuk to magong geni and a lap handi. Tavisikus, seti kajagai, and driyabalup haven and a gaku. Vituka, tihuka, javas. Eva yus and have. Mudhupati eko, e a lap hati.在五种根识里没有知，有精进的心则没有力，在无因心里则有道分。同样的，在一相应心里静性心所不会到达知根获利的程度，在同一个时候只能根据情况获得一个增上法，而能是在二因或三因的宿心里，结念二之注读说明，五指只是纯各自的目标，由于它们的作用与一处色还很弱，也由于它们在心路过程里所的是本的位置，因此它们不能紧密的观察目标。所以与他们应的受及一境性不能到达禅之程度。云 Vitaka 是禅之的基础，但五种根识并没有寻，这并不是因为有如高层盘那已越了它，而是因为他们的作用太简单的不能包括在内。同样的，心必须拥有精进心所，才能使到其成分道力巴拉的程度。因此，在十六种没有精进的心理信所，不能够使定力 的作用。无因的心不能够作为导向某个道。因此在十八无因心里并没有分。在与一相应里，定性缺少了圣解力 Mokha 的支援，且被的由不觉本性所淹，因此不能达到分根的程度。在同一个时候后只能有一个增上法存在，增上法的本质即是在任何一只能有他们四者之意执行总支配的作用，而且在二或三的速度行心里才能生。表七年二月混合类别善指是善指无忌善与无忌所有三种六因田加吃无贪加无田加无强之忧寻加四加喜加一净性加悦加舍十二道分四邪道分八正道二十二根忧未知当知五根十加二性加命根色加乐加苦加中之
姓家念家会家最终之名命根家一家月家舍家敬家定九立家无愧家念家会家禅家愧精进家定增上官家精进家兴四十处家思家兴见三总结Chaju Pavko Yhanan Gong Magong Gana Fafato Falas Indri Yudham A Balatham NAV Arita Kataro Tapay Fathas Hara Titan On Satitha Kusala Daisa Making No Fato Miss AK Zen Kuho根据个别法以说六因五禅九道分十即九力同样的以说四增上即四十以七个方面解说包含善法等的混合类别之概要结念三支注读说明据个别法禅之有五种因为优者都是受而受只是一个上文已解释了诸道分和缩小至九个诸缩小成十种因为第十至第十四项只是属一种心所即受所第十九至第二十二项则皆是心所而命根则分为两个即属于二十八色之一的命则即属于五十二心所之一的明命根菩提分之概要念念四四念处Hypatias NK he cataratic pathana, kyanu, pasana, sati pathanum, faitmanu pasana, satanum, satanu pasana, sati pathanum, nu pasana, sati pathanum. 在菩提分支概要里有四念处一生念受念处三心念处四法念处结念四支注读说明一分直译文 Bodhipakai and Pama 即是觉悟一方之法虽然这一语很少出现在经里但后期的著作采用它作为佛陀法期法农之后剩下的三十七法的总称长部经十六及中部经七十七这些称为是因为他们有助于觉悟及证得出日间四道智如这一篇所示三十七菩提分可七组四念处 Satipatthana 在此例文可做两种解释即建立起 Upatthana 即作为念 Sati 的立足处此一套的念语观至完整的禅修方法长部经十即中部经念二详述了该修习法部念处相应收集了一些有修习念处的较短的经四念处都有同一个要义具有正关照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正念所关照的四种目标身受心与法最后一种包括了五
盖五欲六处七觉之极圣地法。修习四念处与修习八圣道分的念心等。节五四正行。Kaurosamapatana, Apanapakanan Dhammanan Pahanaya Fayamo, Anupanapakanan Dhammanan Manupadaya Fayamo, Anupanan Kanan Dhammanan Upada Fayamo, Apanusalanan Dhammanan Paiopava Fayamo。 四正即精进于除以真的恶法。二精于防止只未生的恶法升起。三精进于令未生的善法升起。四精进于令已生的善长。节念五之注读说明。四正三在此精进心所执行了四种作用。这四正勤与八圣道分的正精进相等。节念六四成就之法四神足。Kalpada Shandidado Fiery Yatipado Sitipado Femem Sitipado。 四成就之法一欲未成就之法。二精进未成就之法。三精未成就之法。四观未就之法。节念六之注读明。四成就之法 Itada 在此八文 Iti 成就是指一切通过勤修佛陀的教法而证得的广大于世界。或这些成就的主要方法称为成就之法。这四法与四增上法相借别而已。只要是为达到标的主要成分该些法及增上法。然而只有在运用他们于证的佛的目才能算是成法。成就之法包括世间与出世间两者。节七五根 Papkriyani Saudiriyan Fireiyan Satandriyan Samadhariyan PapFindrian。 五根一性根，二精进根，三根四定根，位根。节念八五力 Pabalani Audabalan Firyabalan Satibalan Slibalan Pababalan。五力静力，二精进力，三念力，四定根慧力。节念七至念八之注读说明。根与力拥相同的五种心所，尽管这俩的作用并不一样。根是在其范围之内执行之类作用的心所。力则是该心所不会到对力之法动摇。因此根在他们各自的圣解 Atimaka 智力 Pagaha 警觉 Hathana 不散乱 Avikian Sana 范围里执行其之通。如此他们协助对直力之法犹豫不决，懈怠，失念散乱，乱及愚痴。五力是这受到对立之法不断与无法及一面。在培育五根力需平衡性与慧，
以避免轻易盲信与机智矫正端及平精进与定免心散乱烦躁与软弱无力。然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具备极强的念根念能，看管其余诸根的提升以及确保它们平衡。结念七支三方这一横啊三三这一横哦但我非可以啊三宝这一横哦 fire 要三三宝这一横哦 it is 三宝这一横哦 it is 三宝这一横哦 some other 三宝这一横哦 a pay hot 三宝这一横哦七支一念觉知，二则法觉知，三精进觉知，四喜觉知，五精安觉知，六定觉知，七舍觉知。结念九支注读说明：一觉知当则法觉知 Dhamma Vikaya 的一个名称，即如实知见名色法的观智。清安帕斯台是指心心所量者的清见，第二章节五。阿佩卡在此于变一切美心心所的中舍性所，而不是舍受，则法精进与喜三觉之心独立心安定与舍三觉之最至的基念觉之，则确保这两组平衡，不会用一强过另一者。结三十八道分 Asankani Samadhi Samson Kappa Samabhaka SamamantuSama, Ajivo, Samavimo, Samasati, Samasamadhi。 八道分一正见正思为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命六正精进七正念八正定。结十之注读说明：在道分中，正见是了知四圣地的所，正思维是把心导向出离无田与无害的心所。第三至第五道三离所相同，见第二章节六。正境与正情相同，节念五。正念与念处相同，结念四。正定则被定义为经教的四禅念常不经念二。结萨说明 Atsapakato Sipatthana Titanium Samasati K.A. Pavakati Tathatoro Sampadhana Titanium C.A. Samavimo 于此四念处可说为正念，同样的正情可说为一正精进。 Shando Sittama Pekha C.A. Audacitai Pityo Samadhisa C.A. Sankapo Feyamo Fatayan Samasati Titanium Kadas Atesavavato Satim Sapapadana Satithatasa Sangho 自信三十七分里的七组包含了法欲心者性丁安喜正见思维精进三离
正念与定。Sankappa, Pasithai Caput, Apahat Shandhya Sittam Viritai Teupsi Nav, Ikathana Viriyam Nav, Sati Samadhi K2Papkahaba Sadadatan, Atomasadims Sat Dhanam Sobaro Vipago Sablokatarhanti Navasam Kapitayo Loki Payasai Agabisipavatiyan 这37殊胜法的分下，滋味清安喜舍欲心与三离只限于一处，精进限于九处，念八处，定四会不及近两处。在出世间，心理一切出现，但有时候则会除去思维与喜，在世他们也会根据情况出现清净理。结萨二大三支注读说明：结萨里37菩提分被缩小14个别法集中之一是心，其余13个是心所。结萨三总计了该些各在诸菩提分里出现的次数。精进出现9次位，四行就知法分利益觉知与道分，念出现8次四行处根利与分，定出现4次位根利觉知与分，会出现5次位成就之法根利与道分。性出现2次位根与利，其余的只出现1次。属于第二禅层次级以上的出世间心理有思维，因为之为是循心所，而属第二禅层次级以上的出世间道心与果心是无的。同样的，在属于第四第五层次的出世间心有喜，六清净 Chabisadi 在清净到六清是属于世间的阶段，第清净是属于出世间的阶段，见第9章结念二。这六净是把见慧三学扩大之后而成的分类。第七阶段是证悟出世间道，一切之概要。结萨五 Sabsankhi Papkha Rupakanto Vedanakanto Sabakanto Srikanto Vanakanto， 在一切之概要里的五蕴是二受蕴，三想蕴，四行蕴，五识蕴。四支注读说明：一切教在这一篇里，作者是收集在阿毗达摩论里包含了别法的分类法，列出这些分类法并不是为了反抽的本觉，是为
显示观至观照范围之内的诸法，这符合了佛陀所说的若不实践之一切，人们绝对无灭尽苦。相应部十五、二十六斜线三、四十七、五运八力文运的意思是组堆或聚集。佛陀把有情分析为这五运，在诸经里套至那类色，是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劣甚、远或近，称为对于其他四运也是如此。相应部二十二点四十八分斜线三、四十七，在前文已解释了五运与四究竟法间的关系，见第一章结。结萨五五取运。五取运，一色取运，二取运，三想取运，四行取运，五识取运。结萨之诸说明，五取运这五称为 Upadanakanta 取，他们组成了直取的目标。佛陀说，无论是那与漏有关即会被直取的色、聚、未来、现在等，这一切都为色运。再次，对于其他四运的定义也是如此。相应部二十二点四十八斜线三四十八，在此一切被四取见结七所执取的五运分皆名为运，包括所有色运及属于世间的四运。出世间的四名运并不属于取运，因为他们完全越了执取为，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成为贪或邪见目标。结萨六十二处。The false are utter many, cat utter none, so tired town none, gong utter none, jove hay utter none, kia yatter none, martyr none, rupe utter, sade utter none, gong hay utter none, race a utter none, false up a utter, datter none。十二处以眼处，二耳处，三四舌处，五身处，六意七颜色处，八身处，九香处，十味处，十一处处，十法处。结萨六支注读说明，是另一个体的分类法。这分类法从与时的所愿分析一切个别法，首五处净色相同，七至十一处则与五根所愿相同。然而属第六相的一处的范围则比一门更为广，它与整个时运即包括了所有的八十九种心法处，并不相等于法所愿 Dhamma Ramana， 包括不属于其他十一处的各法。如此，它不包括五根五净色即相等于一处的诸，它也包括概念 Pavati， 因为处 Ayatana 所变的只
究竟法，即拥有自信而存在之法，并不包括概念成而存在之法。法处包括了52心所，受为色即涅槃，见结萨九，结萨七，十八戒。Asa to your akadu sota de to ganada jiva and to kade to rupada to sada de to untadu raisa de to fatsava de to kakaipa nanda to sufaipa nanda to gondaipa nanda to jivaipa nanda to kaipa nanda manNow the two, a two, mono five, and the two. 十八戒，以眼戒、耳戒、三鼻戒、四舌戒、五身戒、六颜色、七身戒、八香戒、九戒、十触戒、十一眼戒、十二耳识戒、十三。十戒、十四戒、十五身十戒、十六意戒、十七法戒、十八意识戒。结之注读说明：上述诸法称为戒，是因他们持有或背负 dharanti 的自性。把十二处的义处分成七个十戒级的八戒，第三章节念一，在其他方面处与戒是相同的。对于诸蕴及戒四究竟法之关系，见表七年三月。结萨八圣地，Kariyari。Yosakani, Daksam Ari Yoksan, Daka Samaday M Ari Yosakan, Daka Naradham Ari Yosakan, Kamira Ta Gamini Potipoda Ari Yosakan. 四圣一苦圣地，二苦因圣地，三苦灭圣地，四去向灭苦之道圣地。结八之读说明：四圣地是佛的根本教法，由他在证悟之业见，且在他四十漫长的弘化期间不断的重复开示。这四称为圣 Ariya， 是为他们由圣者洞见，因为他们是圣者佛陀所教之地。因为发现他们能够导向的知己，以及因为他是真实无可变更，绝不虚计。表七年三月，对四究竟法蕴处及四究竟法五蕴十二处十八戒二十八色的蕴眼处眼界二处耳界鼻鼻戒，舌处舌戒，身处身戒，颜色处色戒，身处身戒，香处香戒，味处味戒，处处处戒，法为系色加心所戒，涅槃法戒为系色加心所加。五十二心所受蕴、想蕴、行蕴、涅槃，八十心时蕴一处眼十戒、耳十戒、鼻十戒、舌十戒、十戒、意戒、意识戒、
苦甚甜味两种，生老死愁悲苦忧恼，愿增慧爱所求不得及五取运之苦。简要来说，则是可爱之外，三世间的一切法都属圣地之内，苦厌地之法，即相等于贪心所得恨。然而可爱有三个方面：欲爱，amoha，有爱，bhavatanha，可爱生存，即无爱，vibhavatanha，可爱也。苦灭圣地也只有一法，即通过去除爱而证悟涅槃。去向灭苦之道，圣地是宝分。在四地道法里，这是在四出世教心升起的八道分心所。当知在菩提分义的八分可以属于世间或出世间法，但在四圣地教法里，它则纯粹属于出世间法。杰萨九说明 ：Asanakasika suhumarpa nibbanavasnaikasan tati dhamma dhamma atanam dhamma de tu titaniam sankhandi。Mone autonomy fasa tu vipana, the tu vena p.于此，包括五十二心所受为即涅槃的六十九法，属于法处与法界。异界本身分为七十界。结四十总结。Rupapsa Vedana Sasa Asika Tatha Phyam Iti Pak Aste Pak and Ha Titanium Basita Yukadana Kent Ha Titanium Tatha Tate Maka Mata Badevana Nibbanan Tatsan Gahanisatan。Far lamban pad bava ayatanani ca far lamban da pane puri ayana tuyo doxum tape humo combatum ten hamude obeif nur home monipanum magolo caro Magayuta Fasi Eva Katis have in this sata. It have kap pap hadana pavatos engaho. Sir, show, 其余的心所及十五者备运，属于三世间的相同之法被称由于涅槃无可分别，为过去、现在等，所以不包括在运之内。由于门与所愿之间的差别，处一门所愿即相符时，则是以十八界三地。为苦，可爱是其因，涅槃名为道，道是出世间，与道及果相应的心所不包括在思内。如是以一五种方法解释了一切之概要。
节四十之注读说明，与道果相应的心所，除相等于八道分的八个心所之外，道心里的其他名法即心本身及其他相应心所都不属八道分，因此不被视为圣地。四果也被置于四圣地之外。I up hit homo says and k he amoks I send go have I don't know what small parakido阿毗达摩盖要里名为类要的第七章至此完毕。